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丸子君。这么多的发泄球，一起来真的是很爽呀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要用这些水水弹弹的小球来洗这边的沙皮胶。先来把沙皮胶倒出来。这些沙皮胶都不太一样，有的偏厚一点，有的呢很像假水。混合起来超级水弹。那现在呢，我就要捡这些水球了。用水球里的水来洗这些沙皮胶，会不会得到一脸盆的假水呢？终于要剪完了，不过我的脸盆都快装不下了，换个大一点的脸盆吧。开始洗它。已经成型了，超级水弹哦，看起来真的很像水，玩起来也跟水一样，但是滑溜溜的，一点也不粘手，这应该是我洗出最成功的一份假水了。好了，昨天留言的获奖者是 Cherry 炎夏，那今天的问题是，我用发泄水球洗了什么呢？评论里选的答案，我会在点赞和评论的小可爱中挑一位送上星空起泡胶一份，获奖结果会在明天的视频中公布，拜拜。